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。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作誓言：世尊，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佛告无尽意菩萨：善男子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若有持施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由是菩萨威神力故，若为大水所飘，称其名号，即得浅处。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、砗磲玛瑙、珊瑚琥珀、珍珠等宝入于大海，假使黑风吹其船舫，飘堕罗刹鬼国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。以是因缘名观世音。若复有人临当被海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。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，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，况复加害。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，丑些枷锁，剪系其身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皆悉断坏，即得解脱。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，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，其中一人作事畅言：诸善男子，勿得恐怖，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，汝等若称名者，于此怨贼当得解脱。众商人闻，俱发声言：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称其名故，即得解脱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，唯唯如是。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若多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。若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，多所饶益。是故众生常应心念：若有女人设欲求男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设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。素直得本，众人爱敬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，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不唐捐。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无尽意，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，复进行供养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与汝亦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功德多否？无尽意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言：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乃至一时礼拜供养，施二人福，正等无异，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。无尽意，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，
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。无尽意菩萨薄佛言：世尊，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？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？其事云何？佛告无尽意菩萨：善男子，若有国土众生因以佛身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因以辟支佛身得度者，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声闻身得度者，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；因以梵王身得度者，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地势身得度者，即现地势身而为说法；因以自在天身得度者，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，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，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；因以毗沙门身得度者，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小王身得度者，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；因以长者身得度者，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居士身得度者，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婆罗门身得度者，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；因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而为说法；因以长者、居士、宰官、婆罗门、妇女身得度者，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；因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，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；因以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人、非人等身得度者，即皆现之而为说法；因以执金刚神得度者，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。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，以种种行游诸国度，度脱众生。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部位极难之中能施无畏。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。无尽意菩萨薄佛言：世尊，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，集结紧众宝珠璎珞，价值百千两金而已与之。作是言：仁者，受此法施珍宝璎珞，实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。无尽意复薄观世音菩萨言：仁者，明我等故受此璎珞。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：当明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人、非人等故受是璎珞。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，即于天、龙、人、非人等受其璎珞，分作二份，一份奉释迦牟尼佛，一份奉多宝佛塔。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，游于娑婆世界。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：世尊妙想具，我今重问彼，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？具足妙想尊即答无尽意：汝听观音性，善应诸方所，
弘施生如海，历劫不思议，事多千亿佛，发大清净愿。我为如涅说，闻名即见生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，假使心害意，推落大火坑，念彼观音力，火坑变成池，或漂流巨海，龙于诸鬼难，念彼观音力，波浪不能没，或在须弥峰，为人所推堕，念彼观音力，如日虚空住，或被恶人逐，堕落金刚山，念彼观音力，不能损一毛，或执怨贼绕，各执刀家害，念彼观音力，贤集起慈心，或遭亡难苦，临行欲受中，念彼观音力，刀寻断断坏，或囚禁枷锁，手足被丑亵，念彼观音力，释然得解脱，咒诅诸毒药，所欲害生者，念彼观音力，还着于本人，或遇恶罗刹、毒龙、诸鬼等，念彼观音力，实悉不敢害。若恶兽围绕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观音力，即走无边方。猿蛇即复歇，气毒烟火燃，念彼观音力，寻声自回去。云雷鼓彻电，降薄数大雨，念彼观音力，应时得消散。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生，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，无差不现身，种种诸恶趣，地狱鬼畜生，生老病死苦，以见悉令灭，真观清净观，广大智慧观，悲观及慈观，常愿常瞻仰，无垢清净光，慧日破诸暗，能伏灾烽火，普明照世间，悲啼戒雷震，慈衣妙大云，疏甘露法雨，灭除烦恼厌，真松金冠处，不畏军阵中，念彼观音力，众愿悉退散。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圣逼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，念念勿生疑，观世音净舍，于苦恼死恶，能为自我医护，具一切功德，慈言示众生，福聚海无量，是故因顶礼。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坐起，前薄佛言：世尊，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，普门示现神通力者，当知世人功德不少。佛说是普门品时，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Yeah.
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知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